我哋广东人有句说话叫做画公仔画出肠，你实知点解嘅。不过有个人画公仔画出彩虹，你有冇听过呢？我哋有个漫画大师，佢嘅画工真真正正精雕细琢，佢就系马荣成。马荣成，香港漫画大师，著名作品有《中华英雄》《风云》，现时专注培育漫画界新晋，推广本地漫画。喂，马荣成，你好，你好咧。呢一行几多年啊？哇，我谂屈指一算都四十年。我翻查过你嘅档案噶啦，你中意就绝行。系。咁当时有冇啲好彷徨嘅心态咧？我讀書特別差嗰啲，咁啊跟住然後就實際上咧，我個心啊成日都中意係畫公仔嘅啫，即係自己做。幾多歲開始有啲興趣？我諗十三四歲我已經係自己畫嘢噶啦。冇人啟蒙你嘅咩？冇理由噶。我哋純粹都係睇一啲日本漫畫啊、香港漫畫啲前輩嗰啲漫畫。咁香港嘅前輩有邊幾位你成日仰慕同睇佢嘅作品？當其時影響我好深嘅就應該有兩位啦。第一就應該係黃玉郎先生啦，第二就係上官小寶先生啦。即係佢哋兩個嘅作品咧都好有特色，好有自己嘅風格。咁你喺黃玉郎身上學到咩咧？其實我喺黃山咧就接觸好少嘅，因為始終佢係大老闆啦，高高在上，我哋好少接觸佢嘅。只不過即係話佢有一種威嚴咯，唔係霸氣咩？佢個人好似好有霸氣咁，都係可以叫霸氣嘅。諗諗葉撇雞咁，因為佢要你做嘅時候咧，你就冇得話say no 啦。咁你咪頂硬上咯，即係嗱，你每日要做，因為出報紙嘅嗰時咧，係每一日都要見報，咁啊，梗係唔可以唔交稿啦嚇，做報紙係咁樣，咁啊就係咁樣逼住做嘢咯。咁你嗰個鍛鍊過程都艱苦喎，但係開心㗎，因為我係做自己好中意嘅行業，啊雖然係好辛苦，但係我啊覺得嗰個係好開心。如果你中意畫漫畫，想加入漫畫行列嘅話，有啲咩出路呢？其實你可以加入報館、出版社或者係漫畫創作公司。跟啲大師傅學下嘢，累積下經驗先。喺今時今日，好多個大專院校都開始咗動畫同埋漫畫嘅創作課程，咁好似香港公開大學咁啦，就開始咗商業漫畫創作專業文憑，同本地最大嘅漫畫出版商合作，提供有系統嘅專業培訓。啲學員可以學到一啲視覺藝術啊，或者係漫畫分析等等。如果成績好嘅話，仲可以加入出版社做一啲實習添㗎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的大專院校好似是香港資專設計學院，又或者是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，都有提供漫畫和動畫的設計課程。除了學院的培訓之外，喜歡畫漫畫的後生仔其實可以善用一下網絡的平台，因為當你將作品放上平台之後，累積的人氣說不定會得到出版商的垂青，而不久將來亦都可以發表到你自己的作品。事實上，要成為一位出色的漫畫家，除了畫工之外，還要有思想內涵和一份的堅持。畢竟畫漫畫都是一門的藝術，需要時間去磨練。假以時日，你的技藝將會更上一層樓。好了，長話短說，你跟了六七年之後，為什麼會另起爐灶呢？其實在他嗰個期間，我寫了一套作品啦，即係《中華英雄》都算是幾得到讀者的支持。你嗰陣時已經寫《中華英雄》㗎啦。啊，嗰陣時寫《中華英雄》嘅，嚇，即係喺黃山嗰個階段咧，係寫《中華英雄》嘅。咁但係《中華英雄》之後咧，我哋因為合約啦，嚇，咁到咗我自己已經後期已經係好想有自己嘅創作嘅作品。嗯。因為始終我都係幫人打工啦，咁公司亦都有好多嘅規條我哋要遵守啦。咁我好想有自己嘅創作空間，發表自己中意嘅嘢，或者我對漫畫嘅睇法應該有自己想走嘅路。每一個已經唔係漫畫師，你係漫畫大師，都總有一個自己嗰個諗法、睇法、價值觀嘅。你嘅咧？
我諗我係將我嘅幻想透過我支筆，去將佢立體化喺讀者心目中。即係話我中意嘅故事，我中意嘅人物，我覺得好特別嘅事情，或者我哋對武俠漫畫嗰種要描寫嘅信息，讀者會慢慢去知道我哋想點樣咯。咁我自己咧，除咗商業以外，我好希望咧就係漫畫一種藝術嘅加注喺裏面。絕對啊！因為我哋做漫畫嘅早期咧，坦白講就係社會好唔接受，即係覺得你哋嘅題材啊，或者你哋唔係好認真做嘢，或者對漫畫嗰種偏見係頗為大啦嚇。即係等於我入行嘅時候，連我媽咪都不知道漫畫是什麼工作的，所以我自己是很想告訴別人我們做漫畫是專業的。我現在看到你這些畫呢，那些畫工啊，那些 details 啊，細節呢，是很厲害的。那個眼神，哇，這些真的在哪裡找呢？你怎樣畫的呢？我想你有幻想力咧，你就想畫一啲自己想要嘅嘢，即係你譬如你腦海有個畫面，你就透過你嘅技術去表達佢出嚟。你都要做到啊！我夠想畫，我畫唔到啊嘛，大佬啊！我畫咗40年先畫到一對眼嘅。好啦，咁講完曬你事業上嘅成功咧，我真係有個問題咧，就不吐不快。你做乜咁細個就將你嗰十幾歲嘅仔抌咗去英國讀書咧？係。你係咪好殘忍嘅父親咧？我成日都話男仔嘛，你男仔應該要好早就要去獨立咯。我自己都係，我成日都話我14歲、15歲我就出嚟做嘢啦。佢14歲、15歲連媽咪俾佢搭地鐵都唔敢。咁我覺得係太過愛錫啦，我係好希望掉佢去第二個地方，冇家庭嘅特別眷顧，咁男仔先會成長。我想問你一個親身嘅問題，你抌你個仔去英國寄宿前夕，你太太有冇淫泣咧？送佢機嗰陣，佢會喊咯。你冇？我冇啊，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可能我的經歷咧係好細個就出嚟。面對我好希望我個仔都能夠咁樣咯。你個仔適唔適應咧？佢而家都去咗一年啦嚇，咁佢好適應。係嘛？係好適應。啊好喎、啊。嚇佢又我成日每次翻嚟我就問有冇人欺負你啊？有誒。咪呢樣嘢你咪就係你啊！所有家長都要留意嘅。係。因為欺凌呢件事咧，唔係淨係外國啊，香港若干。學府都有嘅，都恆常有出現嘅，咁所以呢啲行為咧就真係要檢視㗎。係啊係啊，我最主要我覺得係呢一張。所以咧，其實馬榮成喺我眼中係一個好懂同家人子女溝通嘅人，你同個仔嘅關係咧係相當之好嘅。呢一點亦都係所有家長要引以為戒條，你一定係要同子女關係好。佢先會所謂 come clean， 坦白同你講佢心中嘅説話，係好緊要啊！呢一點，我覺得父母之間都要同佢一個好坦白嘅交流，自然我哋會管佢哋啦，管束佢哋邊啲唔好啦，但係亦都要令到佢同你嘅坦白咯。我成日都係咁樣講。馬榮成呢個故事咧，喺香港各界以往係發生過好多次奇蹟嘅。即係唔係淨係漫畫界啊嘛？香港係有好多呢啲難以置信而成功嘅故事，但你似乎近年或者近10多20年咧係少咗嘅。而家年青人向上游嘅機會係困難過我哋嗰一輩好多。咁我都希望借馬榮成嘅故事咧係。話俾而家啲家長同埋年青人知道，你一定要裝備自己，裝備完你自己，你先有機會成功。你個腦袋、你個創意、你個幻想力，正正就係你嘅寶庫。有媽咪好傷心咁同我傾訴，我唔知點解我個女咧會咁冇同情心噶。啊嗰日咧我唔覺意喺街撲親，佢竟然對住我講：邊個叫你咁唔小心啊？你快啲起身啊！唉，我真係好痛心啊！我都好明白媽媽嘅心情，
不過可能都要檢討一下，究竟平時在日常生活裏面，我哋會唔會唔覺意教錯孩子呢？為咗訓練孩子獨立，你有冇試過喺佢出錯嘅時候，好嚴厲咁教訓佢？呢個爛攤子係你自己搞出嚟嘅，你搞翻掂佢啊！咁孩子咪有樣學樣咁樣對翻你咯。為咗孩子唔好惹禍，你係咪咁教佢啊？記住啊嚇，唔關你嘅事啊，你唔好理啊嚇。咁孩子咪學識咗有事就快閃，獨善其身咯。為咗孩子要叻啲，你有冇咁同佢講啊？嗱，記住啊，你咧要同啲叻嘅同學玩，咁你就會叻啲啦。千祈唔好同啲低 B 嗰啲玩啊，你會蠢噶。咁孩子咪學識咗見高拜，見低踩咯。